好，水仙花树有多少个？那首先咱们是不是应该拿到水仙花呀？哎，我分析一下，分析。需要有一个变量，第一步，需要有一个变量，记录住水仙花树的个数。好，需要有一个变量。第二步呢，获取到所有的三位数，然后第三步呢，然后判断，是否满足水仙花树，那么满足水仙花树什么条件呢？是不是个位的立方，十位的立方加百位的立方，哎，等于这个数，对吧？好了，那我们根据这个来做吧。那再加一步哈，如果满足条件，那么计数器就自增。所谓计数器呢，就是刚开始咱们定义这个变量哈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咱们来做这个题。来，先定一个变量 int count count， 让它一开始呢等于零。我们用那个秒表，一开始是不是归零啊？归零之后呢，然后按下开始，它就跑出去了吧？哎，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一个 for， 然后 int i 就等于了零。那么 i 怎么样啊？ i 不是等于零啊， i 等于多少？ i 等于的是100，然后 i 就怎么样？小于等于999，让它来一个 i 连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拿到了所有的这个水仙花树啊，不是水仙花树啊，拿到所有的三位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满足条件的，你得首先得获取到个位、十位、百位吧？来一个 int 个 ，int 个等于什么？等于 i 模于多少？模于十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再来一个 int 十，就等于了 i 除以十再模于十。好， int 百就等于了 i 除以十再除以十。好，如果呢你想再模于十，它也是可以的哈，也是我这样写给大家告诉你这么一个规律而已，直接除100也行，来让你看一下这规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判断了，要做判断，如果叫做 i等等于个乘以个乘以个，加上这个十乘以十乘以十，加上这个百乘以百乘以百。那么如果这个条件满足，我不去打印 i 了，干嘛呢？我来一个 count count 加加，哎，我做这么一个 count 加加。或者 count 等于 count 加一，满足一次我自增一次，满足一次自增一次，那最后怎么样？打印一下这个 count 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四个呢？之前我们算是不是四个呀？来看一下啊，之前编译，好，稍稍慢一点啊，来运行，再来看是不是四个呀？好，那回到这里面，我们来看它个数到底是不是四个，编译运行是不是四个呀？哎，这就是没问题的了。那这一步呢，就是拿到了所有的三位数，那这一步呢，就是每一个三位数的个十百，那这一步呢，就是判断条件，满足条件我就自增。那么类似这样的题，那么它就叫做计数器思想，也说我们需要统计出现的个数的时候呢，就需要定一个变量，然后呢满足条件我就自增一次，满足条件我就自增一次。满足条件就自增计数器
词下。好了，这个知识点呢，咱们在这保存一下。